我将资料展览分成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有关联合国的创立和维护，展出的内容包括联合国宣言、宪章原稿、我国对联合国的贡献、安理会对政府的谴责和集体制裁。另外，在全民签名反对共匪混入联合国的资料展览，展出了国外和国内两个部分。国外部分有国际世子会的响应签名资料，联合国秘书处接受400万人签名的收据，以及出席美国国会听证的照片等。国内部分也有宣言、概辩和签名运动的照片。